害死我家己的囡仔。那无，咱会当甲宝宝生落来了后，提起来一个救爸啊！我保证，徐四伟绝对袂来乱的。阮爸拢得要翘起啊，是要当个东西啊！我只嘛好好甲你讲，你唔听信，又骂我又强的。徐世伟，你有听到吗？你会来救我吗？别讲想要走啊！我跟你讲，你今日是走不去的，你又别讲落鬼鬼来偷袂听。你姐在你娘舅，莫猜我真心真意对待你。助理，底下给我麻醉。你放过我的囡仔好无？伊一时无乖，我求你啦！又要来，给，给住下！不行，不行，你，我要救出你，你再赔啦！格蒙子放开，阿兰，我来请你吃扁一个土豆。放开！不信，你真正想要吃我遐土豆的滋味是不是啊？啊！麦家还算吧，我盖水。你是要盖水啥？你这个笨手，我拢听到清清楚楚。你竟然要对蒙子巴肚内底囡仔动手，你真正足无人性，你绝对袂有好话。四伟，咱先离开啦。四伟，四伟，你看你姐，我知影我做唔对啊。四伟，四伟，我的车就伫咧头前尔，咱要先离开，安尼才安全呐。我足疼的。你安怎？你跟我对位受伤？我无受伤，不过我爸足疼。哦，孟子，你别紧张，我就要送你来病院。哦，来。我会怕到。孟子，你别紧张，一定会无代志，一定会无代志。来，我先送你病院。梁孟子已经知影明仔日秘密啦，咱明个哦，把这粒不定时炸弹哦，藏在外口。敢讲，你嘛爱我去把梁孟子毁尸嘞，去搞鬼，我才不愿意啊！不愿意嘛，就爱愿意啊！你即马只有两条路通选。第一，你爱一段时间，你就当继续安安稳稳做你母家的少爷。啊，第二哦，就是哦，什么拢无爱滴，好母家看做去做去吃，好我算啦。
你袂将拄好要找你，就是杀你凶手。啊！我今日就把你拍死，定会把我报仇。柯先生啊，快点进来啦，有话好好讲好不？是先来哦，是要用蒙子忏悔啦，你就给他一个解释机会好不？王子，这是基金，给你保身体。你真不是把王子当作什么了？伊才拄啊失去囡仔嘞，伊的身躯拄落一块肉嘞，甚至伊的心搁捡你挂一块肉落来，你才嘛摕一盒基金就要甲安道？可是是啊，当然嘛不是安尼，基金哦是要摕来给王子保身体的啦。先贤那敢硬忙一份伴手礼，就得到蒙子的原谅。先贤啊，我莫紧讲话，紧甲蒙子回信来啊。蒙子，失礼了。我真正是想过调起阮爸的病情，我才神经错乱做出这样离谱的代志。我知我安尼做，予你受到真大的伤害。我感觉真足对不起你，嘛感觉足遗憾的，请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。你别讲我真了好听，你明就是孝顺，蒙子宝宝的期待是，你的头壳足清楚的，你甚至搁想要设计蒙子，要甲卖分去，你连医生都穿好势啊！你今麦直接跟我讲你是神经错乱。你现在是怎样？你现在也准说你是好野人，可以跳过法律的制裁，直接去吃猪脚面线。你爸不可能会原谅你的啦，我请你吃烤尾饭啊！喂！柯先生，较冷静，较冷静的啦。就算说你现在把圣贤杀死，囡仔嘛不可能活到回来啊！啥？我今日就要把母亲的胸腔破开，让大家看好清楚，伊的心有偌恶糟。喂，别回来了！你若是跟我提醒，你嘛是爱下面吃饭的，对你有啥物好处啊？恁爸爽啊！我的囡仔这么孤孤单单，我爱你替伊陪命，放伊去送娃娃车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许世伟气笑，你敢真正要把手机咪，看到我回台时，我若真正死啊，你嘛会唔甘的对无？就是。好啊。我已经足艰苦啊，你卖阁乱啊，好不？你到今麦阁咧替一个拄到的代志，干来秘林母爱后壁，是咱妈无讲话哦。你今麦头壳到底是咧想啥？我只想要安静一下，敢会用的？这尼侪代志做一过来，我袂甘的啦。娘子，来来，你稍等。孟子，等我的事业稳定了后，你想要生几个囡仔，我拢会当陪你生。所以，你莫阁为着这无缘的囡仔，这样艰苦好无？你讲到这么轻松，这是我的囡仔，孟子。你听我解释，你这摆是咧讲什么话啊？连我都听袂落去啊啦！我真正哦，戴蒙子根本就唔值的啦，讲什么前途，这拢是借口啦。既然你无想要做变老爸，会用的啊，你就甲蒙子拆互你嘛，互伊甲靠先生一家团圆啊！你是哪要做伊做这款代志？你看你啦，你哦，这拢是犯道心来作怪啦！安尼就表示哦，你已经对蒙子动心嘛？啊，既然安尼，搁在心爱的手边是要创啥啦？就算讲我是蒙子哦，我嘛无可能原谅你啦。
我这个人无值得你原谅我，啊！不过我真正讲，我让你感动啊，这是真实的。我拄则对你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真实的，这拢是我唔好啊。我会安尼做，拢是因为我俩阵。 我会当予你一个幸福的未来，是我想过，想过一回事啊。拄才我看到你把我的手放开的时阵，我的心真正足疼的。你对我这样一心一意，我煞对你三心两意，你的心。 一定是更加疼，我哪会当做出这款代志，让你这样艰苦？这拢是我不好，是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都是我唔对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你免甲话讲到这么好听，你若是真心爱蒙兹，你哪有可能会伤害伊啊？ 一定是蒙子对你够有利用的计谋，为的我是无可能会让你够伤害伊的机会。今麦看是你要家己出去，还是我带你出去，你家己拣。蒙子若是无愿意原谅我，我是绝对袂走的。伊要原谅你这个，还是把我送你杨州了。你。 蒙子，我拜托你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。你要谁可以跟那我拢会用的，叫你愿意原谅我。你真正做大明星的，叫你走你听无？真是，那是蒙子愿意原谅我，你是要对我安怎？都太阴暗了，蒙子，好啊，徐世伟。 你今日定要用拳头要解决代志，王子，我着知影，你也是真要紧我，我拜托你，替我回去好不好？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弥补你。我唔知影，我今麦足烦的，我规个头壳乱糟糟，你莫阁逼我啦。 你有听到？甘莫南，蒙子是无可能会对你动气，你怎么马上赶快离开，莫再来跟伊交流。我保证，我以后绝对袂阁让蒙子受到一点仔委屈。我用尽一切的办法来好好弥补伊。要补啥？用啥物补？用你去处理哦。要看蒙子。 希望安怎做？好，我爱你，加予我千分之五的股份，这就当作是我甲蒙子失去囡仔的补偿。你好，无问题啦，大家好，吉星仔嘛。 以后见面就免使有借口，会好。啊！你会使离开啊？敢只要我赶你，孟子，请你莫这样简单，就放弃咱两个人的缘分。我一定等你回来我身躯边的。莫要五四三二，再走啊！孟子，你不爱我，我。